男明星都经历了什么，这是在南韩务工的黄明昊。回国后越看越好笑，我不允许有人没看过爱豆装造的杨洋。是想追随前几任追忆校草的脚步吗？曾经独占顶流的鹿晗，而现在的他，胖了，是的，胖了，咋的？刮什么胡子？12点了，晚上我刮给谁看？喝多了吧？没喝呢，哎，你喝多了吗？终于明白为什么黄子韬能男团出道。可以怀疑他的精神状态。我真的不想直视镜子，看他现在肤色的对比，我腿太性感了，怎么会那么性感？小标志配上我这张小精致的脸。王嘉尔大可不必帅得这么满分。呼吸吸的频率只为你So hot, 太阳雨和你，我对你的思念都写进纸和笔。今夜你在我的梦里出现。怎么一上综艺就从帅哥变成骑行种？儿子呢？儿子。